真有这样的面膜材质吗？在肌肤上使用面膜的话，慢慢的收缩，肌肤皱纹干净利落，服贴基础保湿，皱纹改善效果加倍。给我这样的面膜吧，世界最初，首次问世，真的都有这些功效。高级面膜材质，水分指数，肌肤皮脂，吸体极度活力凝胶面膜。